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 大家好，我叫星宇。我被哥哥接到城市上学的这天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原来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红色汽车竟然拥有神奇的力量，它跟另一辆红色的汽车可是一对的。更神奇的是，它们竟然可以合体变成超级帅气的兽车人。而更加神奇的是，这个兽车人竟然是有生命的。原来这个名叫列车兽魂的游戏竟然变成了现实。拥有兽车人的我们被称为兽车猎人，列车合体化身最强兽魂，进入我们的兽魂决斗，一起狩猎吧。你要付出轻敌的代价。急什么，我可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岁少年，不会输的。哼，那就拿点本事出来。必杀技雷厉风行，我就可以取代你 LF 全世界排行榜前十的位置。别想逃，那我就好好跟你玩玩。必杀技烈焰火，太天真了，用尽全力的一击竟然只打中地面，这可不像你的实力。那又怎么样，你现在还不是不敢下来。可恶，大言不惭。啊，什么，是速度型的兽车人，冰地战场有助于加快阿卫的速度，但是这一点却反过来被龙威利用了。龙威首先攻击冰面，再引诱林峰对冰面用力，林峰果然乖乖上当了。就在烈焰火击破地面的一刻，龙威还使用了瞬间转移的徽章卡，乖点子真多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，把他的真实位置给我搜出来。是。是一段长距离的直路，全速前进。哦，飞往新泽市的 CA1161航班将要起飞，请未登机的乘客及时登机。哇，昨晚真不应该熬夜玩列车兽魂的游戏啊，万一我误机了肯定会被哥哥臭骂一顿的。麻烦让一下。 CA1161 航班登机飞行结束，去吧龙威。那是什么，哇，时间刚刚好，终于可以坐飞机看云朵到大城市去，最重要的就是跟你一起。嘿嘿，我等哥哥答应我转学到星河市已经5年了。龙卫，虽然你只是一台玩具车，但是我会让你的大名挂在世界玩家排行榜的第一的。冲啊，我们向星河市迈进。好呀，星宇加油。什么情况，航班正遇上一股强烈气流，请各位乘客回到座位。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可是世界上最顽强的十岁少年。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有点不舒服呀。
姐姐，谢谢你来接我。我是你哥哥阿云博士的助手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小月姐姐，说好了要在飞机上看云朵的，结果还是错过了。星宇，谁让你短短一个小时的飞行也能晕机呢？好笑吗？我家平安镇那儿的公交车在山路上开，也没有飞机上摇晃的厉害啊。哇，大城市就是大城市。龙威，你看，这是猎车兽魂的决斗。星宇这孩子性格跟阿云博士完全不一样呢，他真能习惯跟阿云博士一起生活吗？猎车兽魂诞生的地方啊！龙威，你要回家喽！星宇，这就是你哥哥的实验室，他应该正在里面等着你呢。密码还没输入呢，大门处故障了吗？哇！这些兽车玩具好逼真呐！简直跟猎车兽魂游戏一样哎！现在连线下玩具都开发了，不许乱动！小月，我把星宇带到这儿来是要好好管教的。哥，好久不见呐。你也不要太惯着他，尤其是实验室里的东西，不许乱动。我明白了，阿云博士。星宇，从现在开始你就要转学到这座城市了。我知道。阿云博士，请您听到广播后马上到数据室来。星宇，你在这儿老实点，我去去就回。小月，你也跟我来，快。等着我吗？老实点，怎么可能？我一定要把所有的兽车都看个遍。爸爸可从来没有说过龙威是电动的呀。哎呀，你从来没有这么调皮过的呀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开锁的呀？干嘛瞒着我？这里是……被发现了吗，兽车人？哼，看来我不仅仅被发现了，还被狩猎了。猎车手呢？龙威！龙威怎么回事啊？这台玩具车是……还是一个刚刚激活兽魂的新手。你是谁呀？我们认识吗？我可不认识你。我认识的是你手上的兽车，这是你作为猎车手的证明。开什么玩笑啊，又不是玩猎车兽魂的游戏。游戏，这早就不再是一款游戏了。我的沙达斯要跟你一战。这是在游戏里面吗？
哦呀！哦，兽车人！天哪，这不是游戏里的兽车人吗？哼哼，星宇，合体吧！还会说话？不是吧？你带着我向前跑，路上有无尽烦扰，但是有危难前星宇，你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列车手了，真正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列车手，发现暗夜四号刚刚登陆了服务器，怎么回事？暗夜列团又来了，同时联机对战的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兽车人。来历不明的列车手吗？不是，大约十分钟后可以完成追踪。追踪他们的所在地。是。快，这一次我一定要知道他们的身份。刚才明明是在哥哥的研究所里啊。欢迎进入摄魂服务器北51区火山带区域。没错。火山带？难不成？喂，龙威最好的伙伴，还有世界上最顽强的10岁少年。那是我自封的啦。平安镇最强的徽章摄魂游戏高手。你真的是龙威？已经来不及解释了，星宇，准备兽魂战斗。你的力量就只有这个程度吗？呵呵，我只是刚醒来，缺少热身罢了。这真的跟徽章摄魂游戏一模一样。星宇，快调出手上的指令窗。啊，指令窗？要怎么做呀？再不出点狠招的话，我就要被揍晕了。等等，马上就好。就是这个。那还等什么？快用烈焰火！菜鸟就是菜鸟，现在学还来得及吗？哎！沙大四，使用荧光刃。星宇，还不出招吗？不行，出招之前我得先看清楚这个对手的底细。龙威，你先躲一躲，我还没想好。什么？星宇，我们必须反击，要是输掉了决斗，我会被扣去一格生命值，生命值耗光的话，我就完了。龙威，听我说，你是爸爸留下的唯一纪念，是我的伙伴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输的。听我的，现在马上从上方展开反击。哼。
恶，夏大次，快避开要害部位。龙威，不要追，小心反击。我们暗野猎团不需要你这菜鸟教训，沙达斯。仍然很充足，还没到决胜的时候，我要再忍耐忍耐。哼，小子，留给你的时间差不多到头了。受伤比较轻，是时候决胜了。哼，想得美！这种危险的地形，不是你这样的菜鸟能讨到便宜的。他想干什么？啊？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事。一次把你们全收拾掉。沙达斯必杀技，迎刃劈斩！不好，这招可没法挡住。龙威，龙威，你的伤！沙达斯，现在就只差给他们最后一击了。沙达斯，就是现在！你又上当了！什么？只有在你对我们最轻视的时刻，你才会露出最大的破绽！要是晚一点结束的话，屁股可要烫开花了。哈哈，龙威，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实面貌？世界上最顽强的十岁少年，以后请多多指教了。谁？是谁在仓库那里？到头来竟是我被狩猎了。可恶！你给我记住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星宇，你还愣着干嘛？难道你想被你哥哥发现？不行。被发现了，说不定就会被送回镇里。跑啊！现在情况如何？只差两秒钟，不明身份的兽车人居然打败了暗夜四号，同时离线，追踪失败。竟然能够打败暗夜猎团的第四号人物，不明身份的兽车人，你的主人到底是谁？怎么搞的？那仓库好久没人去过了。仔细找找，看看做展品用的那台老兽车还在不在。居然有小贼摸到这儿来。快看，展品不见了，有人破坏了展柜。星宇，是你。
哥哥。星宇，你怎么在这里呢？我刚才那儿不行了，我要说出真相。哥哥，其实啊，原来如此。果然，这里有一行脚印，从研究所外走进来，随后又离开了。这么说，有人从外面入侵了我们研究所？没错，展柜破碎的方向朝着研究所外，可是脚印跟展柜足足有10米的距离，说明这个神秘人能够隔空取物。啊，一定是暗夜猎团的人来过。不是，是。那我们快追。星宇，慢着。小月，明天安排星宇入学吧。星宇，明天小月会带你去新的学校，今天你就别再到处乱跑了。开的车比飞机还快，我好晕呐！时间刚刚好，别磨蹭了，快进去吧。哇哦，这就是叫做学校的地方，好漂亮啊！嘘，不要乱动。你不是写完了吗？我这都靠成你自己的吗？没有呢，我想去踢球。好啊，星宇，来跟同学们问个好吧。大家好。我扔的粉笔刷你居然敢躲，饶命啊一飞哥。龙一飞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给我坐好。那在第一天上学就哼。你之前都没有来过吗？哎，对呀，我昨天才来到新和市。我也新来的，你叫星宇对吧？对对。哎，你好啊，我叫龙一飞。哼，我是5年2班的老大，既然你是新来的，我就带你去附近熟悉熟悉环境。谢谢你，不过学校我已经全部熟悉过了，没什么可逛的。你吹什么牛呢，我可是在这儿念了4年才弄清楚环境的。洗手间在走廊转角处，老师办公室在3楼，医务室在2楼的最后一个房间，藏在拐角里，不太容易找到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每年都转学到不同的城市，早就习惯了每到一个学校先到处逛一圈。哇，星宇，那你到过北海念书吗？听说那里的大雪好美。那你的那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星宇，我听说都是狮子山好玩的，你有去过吗？北海市第2小学，我去年就在那儿念的4年级。可恶，我跟你们慢慢讲。因为一个插班生把我当做透明的。我可是好家伙，经常在那儿买东西吃。还有，那儿还有一家玩具店。熊爸，熊爸，醒醒，醒醒！干嘛呢？我才刚睡着。别睡了，现在我要你帮我一个忙，秀一下你的威力。打住打住，无缘无故秀什么威力啊？还不是因为班里来了一个新生，把我的风头全都抢光了。我要……你就跟老师上课去，我早就说过，秀出人的秘密不可能随便公开的。可是……要是暴露了身份，每天一到狩猎时间，我们就只能躲回家做缩头乌龟。更何况我的生命能量已经输掉不少了。可恶，连你也不给我面子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在那边念书，哎，我知道那里所有的好玩的地方，那里有一家玩具店，特别多玩具。星宇，看你还能威风多久。想不到回来测试一下居然有意外收获。
快放学了，你们都上哪儿去玩啊？啊，今天我要把超级战机通关。哎，第三关我总是打不过去。伙伴们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游戏厅吧。星宇，他们说的游戏厅是什么？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反正这么早放学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嘞。左边，左边，这。喂，玩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哈哈，这个超级战机啊，我会，我来教你们玩啊。开始了。飞哥，我们的游戏币都快被你打光了，怎么还没通关呢？哼，你们懂什么？我是教你们怎么打出高分数。这游戏的天堂啊！各位，那边好像很多人，我过去看看情况，藏好。哇，你们在玩幻影战机呀？哎呀！第三关哪这么打的？得赶紧闪到右边去。小子，是你？我来教你用一颗代币把游戏打通关嘛。你听我说，很简单。搞什么鬼啊！我游戏之神飞哥还用你教吗？别打扰我玩游戏。不是的，你听我说，这好像爆菊花。糟了，你这么打不合理啊！你该听我的。也许我该给你留一点反省的空间，冷静一下。气死我了！啊！让你站住，别跑！这游戏从来没有人被自己的炸弹给炸掉的。飞哥果然不是平凡人呢。臭小子，你别跑！一天抢我几次风头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。星宇，你就不能少管点闲事吗？要是挨揍的话，别指望我来救你。哎呀，一飞，你听我说，刚刚明明是你的不对嘛！废话少说，你别跑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星宇跑步的秒速刚好3米，龙一飞是3.10米，星宇最快会在下一个巷口被逮住。嘿嘿，有好戏看了！别跑！星宇，你刚才不是很威风的吗？有本事的话继续逃啊！一飞大哥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！别大哥前大哥后的，我跟你很熟吗？狩猎时间开启。狩猎时间到了，还是先找个对手比一场最要紧。星宇，今天算你小子走运，改天再收拾你。原来你小子也是列车手。哈哈，原来你也是列车手，太好了，就让我在兽魂决斗上教训你。还是躲不过呀。没错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知道谁才是5年2班最瞩目的男主角。快拿出你的兽车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来分胜负吧。兽魂服务器南20区荆棘林区域。嘿，没有其他观众给我捧场，真是可惜呀。只有星宇你这小子能见识到我的威风了。龙一飞这家伙，就连兽车人合体的姿势也要耍帅。
报告，狩猎时间到了，不对劲啊，怎么觉醒的兽车人越来越多？是暗夜猎团干的好事吗？这就是今天的对手吗？感觉不怎么样啊。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我的气势镇住了。星宇，对手的状态比我好，这一仗绝不轻松。龙威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速战速决吧。明白了。好强的怪力啊。哼，不痛不痒的。龙威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懂得害怕了吗？今天你的生命能量我一定要拿下，熊抱。星宇，快想想办法。龙威，利用荆棘林的地形跟对手打游击。明白。跑得比我快，上蹿下跳的，太没劲了。那就华丽的把树林全干掉，看他还能躲哪儿去。星宇，现在怎么办？别急，熊爸的身体笨重庞大，便进入冰激凌，很快就得后悔。这个家伙逃跑功夫果然一流。现在只要我们多绕几圈，等到敌人的气势减弱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嘿，右边，听我的，右边。不对不对，兽形的直觉告诉我是左边。臭小子，有种别东躲西藏的，乖乖出来打一场。嘿嘿，一飞，你如果多用一些策略，少来点装腔作势的招数，我就不会打得这么轻松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熊霸，看我华丽的必杀技。星宇，对手要出必杀技了，不要给他机会，赶紧阻止他的攻击。糟糕，上当了吗？
果然我亮出终极绝招，你的守车人就乖乖投降了。嘿嘿，一飞，你先看清楚了，到底赢的是谁？哎！什么？熊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一飞，你还没有发现龙卫的踪影，就随随便便的使用大范围的必杀技，对龙卫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大。哼，你懂什么？真正的战士，战斗的时候一定要帅气满满的。那就表示你能不顾伙伴的安全而瞎指挥吗？无论是对同学还是对受车人，我都会以一颗真诚的心去看待他们，而不是只顾自己的意愿，无视对方的感受。打住打住，无缘无故秀什么威力？还不是因为班里来了一个新手，把我的风头全都抢光了。我又哼，要是暴露了身份，每天一到狩猎时间，我们就只能躲回家做缩头乌龟，更何况我的生命能量已经输掉不少了。可恶，连你也不给我面子。对不起熊宝，我一飞，我还能站起来，我们还没有输。没错，我龙一飞不会这么容易就认输的。一飞，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来较量吧。龙威，哎，好，我和熊爸是不会输给你的。哎，看我的肉盾！熊霸，给他最后一击！龙威，快，快使出八成！什么？游戏结束。差点把我小命给搭上，总算赢了。一飞，熊爸应该还有点生命能量吧？你不用太上心了。喂喂，记住了，我叫熊霸。还有，一飞才不是伤心呢，他这呆子只是还没想通怎么输的。你们俩还真般配。嗯，没错，真没想到兽魂决斗可以这样打。嘿嘿，你的招数也不差呀，龙威差点就完了。没错，熊霸是我遇到过最强的对手。星宇，你确实很强啊。我们输得心服口服，能不能把最后那招什么无厘头教我？是柔道的招式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教教我，教教我，快点。嘿，原来星宇也是列车手，我的猎物又增加了一个。Hi,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